新的这个 event， 然后我也是可以看到 Yusana 很 put effort on 这些 booth 啊，然后给我们体会到很多不同的这种 game 啊。如果没有你们的话呢，我们这个活动也办不成。因为如果没有你们的信任，没有你们对产品的信心的话呢，我们这一个成就呢是无法实现的。在这里，请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获得这个第一品牌呢，是因为 Yusana 31年来呢始终不易的坚守我们的品质。我现在呢就宣布我们的这个2023年的 Celery 形象工作坊马上要开始了。在 Color Analysis 那边，我真的是学到很多。美容师是告诉我，原来我自己的肤色是亮色系的。是我今天在这边可以体验到的 Celery 的那个护肤品之外，还有教我们怎样去做穿搭，散发我们的个人的那个魅力。然后还有更期待的就是接下来的关于医生啊这种专业人士所带出来的更多资讯。作为一名妈妈，真的是没有时间去打扮好好自己的形象，下一次有更好的收获，让自己打扮成一个美美的妈咪。我们勇于大家参加 Yusana 每一个活动，每次 Yusana 的活动都给我们一个很多的惊喜。新朋友来到的感觉也很棒很棒，因为有很多体验的地方，也有很多拍照的地方，所以 Forum 真的是超级棒。 Yusana 真的是 number one。 Tapi kami rasa satu aura yang Yusana ni betul-betul number satu。I want to congratulate every one of you for taking this time to be here. Yusana is here to help everyone to be part of the healthiest family on earth. So there are many out there who need to know this to help many more families out there. 下次你一定要来哦！下次你一定要来哦！下次你一定要来哦！